你当时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做练习生？那个时候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是一无所有，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就是第一次一个人去海外。我父母是因为没有多余的钱陪我去海外，因为飞机票很贵，就是对父母来说是很大的负担。父母给我带了一个金戒指，就是说你如万一是被骗的话，金子的话到哪都可以换。其实那一年里对于我来说是最痛苦最累的，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父母，几乎，然后经常哭着醒。你对父母，你之前会觉得很依赖他们，很思念他们，就自己一个人就是这种孤单的感觉嘛，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全权的去帮你分担或照顾你的感受。